嗱，你一條好靚嘅河啊，咁係一個開放式嘅生態系統啦。咁有興趣啲，大家觀察一下啦，究竟入邊嗰啲生物咧，嗰個養分嘅來源喺邊咧？嗱，大致上幾個嘅，咁第一個咧，見到啲水入邊啲綠色嘅光合狀生物啊，可能係植物，可能係藻啦，咁此其一啦。第二就係上游帶落嚟嗰啲食物啦，啲食物嘅碎屑啊、微粒啊等等啦。第三個咧，望喺度，個水面有啲咩度啊？呢啲周圍植物跌落嚟嗰啲葉啊，或者枯萎咗個部分啊、樹皮啊咁樣，喂，養分嚟嘅喎。咁所以你見嗰個水入邊咁多魚咧，究竟個食個生誒、植物鏈或者個生態嗰、那個食物嘅來源喺邊度咧？咁其實好多時就係開放式嘅生態系統咧，唔止望水入邊嘅嘢嘅。你可能望下喐動緊嘅嘢，譬如流水啦，又或者附近有啲乜嘢跌落去啦，咁呢個都係全部養分，即係 nutrient 嘅來源嚟嘅。咁大部分喺呢、這個河流溪間入邊嗰啲生物咧，第一可以住喺水面度嘅，第二住喺 水面同水底之間，譬如啲魚咧，見到好多魚喺度啊。咁另外就石底都一個好豐富嘅生態一個生境嚟嘅。咁因為有陣時水流急咧，有啲生物唔係話即係好容易係俾水沖走嘅。佢唯有點樣可以生存到呢個環境咧，就匿埋石底嗰度咯。咁尤其是幼蟲嗰啲咁樣，所以我哋研究呢個河流溪間嘅生態系統咧，望落好似好悶嘅，但係咧你踎低望望下啲石，拎起佢反轉，你好多時見到好多生物喺度，但係嗰度好大群魚啊，見唔見啊？係啦，開放式嘅生態系統。